三九大是四川特别响亮的三张文化旅游的名片，那就是三星堆、九寨沟和可爱的大熊猫。星堆是长江文明之源，与黄河文明同属华夏文明发源地。三九大里的九是指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。九寨沟是长江水系嘉陵江白水河的一条支流，水是九寨沟的精灵，九寨归来不看水。三九大里的大是指大熊猫，四川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的栖息地。沿着长江一路走来，川茶、川菜、川酒飘香，名人巨匠灿如星辰，四川之旅就是安逸之旅。